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琳达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折一只 Oreo Estep 设计的看报青蛙。Hello， 马琳达 ，Oreo Estep 的看报青蛙折到一半不会了，拜托哦。这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动物折纸，把青蛙给拟人化了，很可爱。它的眼睛部分的折法是非常常见的动物眼睛的折法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折这只看报青蛙，我用的是15厘米的大创的纸。首先在白色这面折出两条对角线。这个角朝着终点折。然后下面的角再折上来，另一个角朝着终点折，并且做一个标记，然后朝着标记折，尖再折上来。之后连接这两个点和这两个点，做两条折痕。之后对折，上边朝着这个折痕折，这里中间的折痕整理成一凹一凸的，变成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一半沿着后面的边往上折。折上去的两半再做一个兔耳折，先折出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，然后这样收起来。之后上面剩下的纸层再沿着背后折，并且做个开放沉折，把它这样子藏到纸层中间去。现在这端放在左边，打开前面的这样两层纸层，然后呢，把左边这样子推上来，折出一个 L 字形。看到这里，把中间的纸层这样子推上去，再合上。这里右边的纸层也要折上去。这样子向上打开压平，然后呢，到底下来整理一下纸层。现在它长这样。这层纸层往上打开，这里做两条45度的折痕。然后这里也捏出两条45度的折痕。沿着折痕把它这样子往下收，上面这里沿着这条线折上去。之后呢，这里还是做一个兔耳折，折出这两条角平分线。然后把它这样子收回来，这里里面的纸层抽出来，
瓣打开，把这个边折向45度的折痕。这儿再压平，背面也是同样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纸层这样子往后拉，这里让它顶住，然后呢，底下这儿的纸层再调整，压平。这块纸层往下折，藏到口袋里面。这块白色的纸层往后折一小块，然后呢，这块绿色的纸层把它做一个断折，就是这样往左推，推到底，然后压平。之后上面这个小三角形做内翻折。之后呢，这里打开看到这一面，从这儿到这儿这一段长度把它分个3等分，这样子大概是1/3，就在这里做一个断折。再把它合上，这样子旋转45度，然后压平，这块小三角形折到后面去，前面把它的头这样子打开。后面的身体这块也往后折，然后在背后把这块纸层往下拉，压平之后呢，这个多出来的纸层把它藏到这里纸层的背后去。这里这个尖往后折之后呢，来做它的眼睛。首先这个边朝着这个折痕折，然后这的纸层把它摊开压平，然后再打开变成白色的。右边的眼睛也是一样，这个边朝着这个折痕折。前面这块打开压平，然后呢再把它打开变成白色的。之后把底下的这个纸层这样子往下拉，它的嘴巴就出来了。把嘴巴的这个尖折一下，然后这块就直接做个沉折。做好折痕之后呢，把它往下戳。嘴巴就是这样了。之后来处理它的脚，先这样子折出一条45度的折痕，然后呢做一个沉折。这块白色的纸层做内翻折，折上来之后呢，再这样子折，折出3个脚趾头。另一个角也是同样，折出45度的折痕，并且闭合成折。白色的纸层往上内翻折，再把它折出3个脚趾。这里他身体的这块纸层也把它往后折一下，
可以上胶固定一下这些纸层。之后呢，可以裁一张纸，把它塞到这个手里面。这样呢，今天的看报青蛙就完成啦。嘿，Do you wanna投个硬币？顺便关注一下我，之后在评论区留个言，写点建议。下期我们再见吧。呜呼。